我不行了，喝不了了，都散脚了。哎啊，要是再喝我就，走不动了。就这样，这也不是你家呀，哥。文文家。不行，哥，咱俩喝这些酒，文文肯定不能让咱俩进。必须的。看我的。看你的。在家没？没在家。家没人。你走。哎，不对，家没人，谁说的话呀？对，他想逗我了。逗你那个。这俩也真是的。算了，进来吧，门没锁。瞅着没？还给我留着门呢。哥。推不开，你用用脑袋。对。哥，你干啥呢？要自杀呀？你不是让我用脑袋吗？起来。这门推不开，你倒拽呀。哥，你帮我一把。行。哥，兄弟，我看出来了，他是耍咱俩的，这次看哥的，哎，不开门也行，给我倒杯水，让我醒醒酒，喝水啊，等着，你瞅着没？还是关心我呢，是，我还是特别关心你。水，这杯咋还空了呢？水呢？我喝了。再来一杯。我不喝了。兄弟，瞅着没？还给我留个小门。抱我起来。冲进去。水。头透了。文啊，你就是个骗子。骗子。说门没锁，咱推也推不开。就是。拽也拽不开。那你当时拉呀，他不就开了吗？没开了。谢谢你。等会儿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。你俩先在这等会儿啊。去哪儿啊？这是。哥，咱进去烘烘衣服。行不行？这也拉不开呀，哥。咋办呀？没事。我知道，他藏备用钥匙的地儿，起开。这么多的。你听我的。咱别在这等了，咱上下个路口左转，胡可家。胡可家不行。沙溢在，我打不过他。你怕他干啥呀？他就会个葵花点穴手。走，我给你摆平他。这咋还不动了呢？像个孩子似的，走哪还得抱着。在没有跟三位进行访谈之前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王祖蓝老师的脸色有点变了。哎呦，晴转多云了，甚至雾霾了。